阳光普照的日子，环境保护局工会以及秋风谣议员服务处热情满满，拿着招牌吸引路过的民众参加，首度联手办捐血活动，募集民众爱心，展现大爱精神。我们是新北市环保局工会，今天全体的工会的干部还有我们清洁人员跟议员配合这一次捐血的活动啊，也欢迎我们大家还有我们的清洁队员新北市民一起来参加这个义举。我们这个活动在网络上都有 po， 然后这个参加这次捐血的活动的，我们会有一些小礼品，有这个洗衣粉，还有那个小礼品。民众响应踊跃，纷纷挽起衣袖，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活动目的是希望能和其他热心人士一起推动公益活动，让社会多一点温情。只要捐完血，除了有点心补给，服务处也赠送限量零钱包和洗衣粉，希望让公益善举能够发扬光大。水田宫新闻综合报道。